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，小姑娘？因为你的心里住着个可爱的小女孩啊。胡说！你总习惯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，既不让别人看到，也不让自己察觉。小姑娘，你应该学会做真实的自己。我家里有三姐妹，我是大姐。 母亲去世之后，我就是家里的主母。我要照顾我爹爹，要保护我妹妹。这一生，都为家人而活。他们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吧？你一定很想他们。你呢？你的家人呢？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家人。 是部落的村民，一人一口饭把我养大的。那么可怜啊！我才不可怜呢！我活得多自由自在啊！今天可以去树林里打猎，明天可以在湖边捕鱼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我很羡慕你，可以那么自由自在。我今天很快乐，我好久没有这么快乐了。那你留下来呀。 你留下来，天天都这么快乐。我还有我的责任，我还要守护我的妹妹和她的天下。那你自己呢？你什么时候才可以为自己而活？我也想为自己活一次。你跟我回去吧。 做我的将军，做我的禁卫，那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。我就是个马奴，我只会养马，不会做什么将军。再说了，我已经习惯了自由自在。做将军也可以自由自在的，我保证，你不会受任何的拘束。你还是你，你是我的踏兰阿波。你真的想我跟你回去啊？ 小红娘，我不是为了做什么将军，但是我喜欢你，我愿意做你的将军。